哇呗，哎，水呢？这大牛裤，水啊！我从这工衡屋哦，进前来的时阵、嗯，整个都还是这样子荒芜一地，有没有？啊，今嘛整个夏天之后，哎，超旺盛起来嘞。其实以前的加水啊，只是是辛苦不来的，有没有？他整个鬼龙只差完那年。对啊，所以有点可惜啊，讲那空军基地边啊，我刚这个空拍飞起来应该还不错。嗯、欸，而且他说这个有开放，不知道真的假的哦。嗯。我是唔知呀，阿婆你背鱼看嘛呀？请勿攀爬。好了，所以这样呗。哎，没错啊，今天我们又来到清水这个好地方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好，我们来清水哈，大家一定都知道来清水一定要吃什么东西。来这段啊，绝对就是清水，就是来吃米糕的嘛。我唔对，王塔正牌。阿彩，哎，但是黑龙江光光哥在吃的，所以咱今日就是来带大家来去三间 local 的店，对对对，是由那个在地人介绍的三间，有没有？到底是哪三间有没有？就让我们去吃看看就知道了。哇、哦，阿伯，哎，啊，条理工这大牙油库以前也是一个网美景点，是不是？完美景点有这种事情吗？我肯定了，好像没什么印象嘞。完美景点是这啊，对啊，老姐啊，对啊，告白气球啊，对啊，告白球的。我看这里是不是已经脱离我们的文化包区了？哦，完全脱离了。哎、欸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林荫大道，有没有？其实这条路规段是真水啊，但是头前的文化包区太侪啊。我多啊，就是仙人特别多啊。那是仙人，跟那个仙人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这阿伯，你别搞台盖小家，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一间米糕有没有？哦，这间龙记米糕哈，就是我一个同事他介绍的啦，在地人啦，在地申请推荐的啦。哎、欸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就只知道吃啊，王达还是那三大米糕啊那路啊。对啊，这些龙记啊，就是这是他推荐的，恭喜因阿妈从小吃到大。所以你所讲这都是阿妈推荐的米糕店哦。对对对，应该就是你吃看卖因阿妈吃的米糕就对啊。啊，这就行啊呢，这是凡凡厉害还是 Google 厉害啊？这应该是 Google 厉害，因为他一直在低头看 Google。有啊，这个有清水在地生活的感觉啊。有，清水在地生活型，有随处可见的 Google 有没有？他说这穿梭在小弄之间的哇。哎呦，现在看我打过一下，好像在这出来，好像在紫云园附近呢。哇哇，紫云园的底下哇。哎呦，那代表我来是清水人啊。哎，这个老总拢是米糕啊，是吧？嗯嗯。啊，王大没你头前。哎，王大是，王大是附近啊。王大好像不是在前面，王大是在那里附近。哎，我们第一间龙记是不是到了、啊？搞啊！这么近啊！搞！你们看到写个龙吗？不、哦。哎、欸，那就真的嘞！哎呀，真的啊！快点叫！快点叫！你白米哥啊嘞！对咩？我来看看你这么美感嘞！好来，给我筷子。起来陪他，好，我陪。别玩食物，我还是认真吃好。哇，阿伯，嗯，我这米糕嘛是正宗的一种米糕，就是蛮有嚼劲的，它没那么咸，像我蛋糕的，蛋糕渣的，它是越嚼越香那种感觉。可是你在拍的时候有点尴尬。因为我很想在你身上。对，我刚才在凤巴镇的入口即化，是吧？嗯，有点像糯米版的彰化卤肉饭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敢吃肥肉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试试看。对，我觉得它口味很像王塔。你知道什么？为什么？一共多少薪水吗？因为它那个报纸上有写，哎，一共这四层王塔。前面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你讲完的东西以后，我已经吃完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好吃不用多说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一直吃就对了。啊，阿伯，哇，早顿吃米糕，给他送你啊，送啦。哎，还有一点点的饱足感，那就只有那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有三间要吃嘛，对。这我们只点了米糕，其他东西不敢尝试啊。对啊，我怕等一下吃太饱。啊，这边啊，龙记啊，六点就开了，早餐吃这个可以。
可以的，就是它其实比较没有那么重咸嘛，但是还是有点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你知道要干嘛的吗？操，大概那几间矿泉水不能不喝的一间饮料店。相信老观众都是哪一间，不知道也没有，我们都带你去就知道了。哦，今天不饮料啊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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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头拄啊看到迄间龙记米糕了无？嗯，一店内底大一张迄古早的报纸啊，刚好就帮我们把清水米糕的功课给做足了。我刚才没有注意看你，他是下啥？哎呀，伊差不多下讲哦，迄头家古早就是跟着王塔一起学米糕嘛。嗯，王塔算是米糕的发源了。哦，所以说他是跟随王塔的脚步就对了。嘿嘿，一师承王塔。嗯，那阿才呢？是独树一格吗？啊，缅甸爆炸的魔仙刘阿彩啊啦！哎，啊，那看起来就是王卡开启这个清水的大米糕时代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清水寻找我们的大秘宝。真功取得划得来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划得来，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。店打开来清水流啊，这一杯就是少不了了。对啦，反正就是好来这些喝这个就对了。对。OK， 感觉良好，没有问题。喝这杯香橙绿茶，季节限定的啊，第一口就吸到一颗籽，证明真的是香橙。对，证明是它真的是有把你打东西进去，不见得有果肉，但是一定会有籽。哦哟，清水不是用所在哦，那好像是小学啊，这是小学啊，对，这小学、啊。我看这是呢，小学、啊、老师跟冷干面啊，我们台北的朋友他有来吃过啊。哦，阿伯，哎，我们已经备齐饮料，所以我们熬一间是啥？哦，当然来清水就一定要吃清水米糕啊，不是说总称哦，是真的有一间叫清水米糕，叫清水米糕的清水米糕。对对对对，那是在地人推荐的，不叫没常去的，但是还是在地人会去吃的清水米糕啦。对啊，说的也是啊，那都来清水吃米糕了，竟然没吃过清水米糕，你讲安尼也通不啦？对不对？来清水没去过清水米糕，是来过清水吗？所以来清水就要吃清水米糕，所以你懂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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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伯，嗯，啊，这间就是咱的清水的清水米糕啊。对，那这间这家哦，隔壁头都还挺干净嘞。对，再更清淡一点。它这次我确定它有加辣，但是这个辣就是一瞬间，大概下去大概0.5秒就没有了。所以讲哦，我觉得至少啊，它给你克制化了，所以不会太香。哎，啊，这里现在公司要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最近因为那个神仙人，他可能肠胃有点不适合，不然他刚才本来是要整碗加的。哎呀。史书中，他被糟糕了，第二天就有点饱。对，我那个我们的三连米糕计划，我觉得好像有点硬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现在不是说以前的时候五连计划有没有？还有温豆哎。不过阿贝，你要振作一下。不过我帮你想不会几根米糕对不？嗯，其实这一次三间米糕里面最推的，对，在地人推的啦。所以说好，我们还是给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，看一看在地人有没有好小。如果他跟我好小的话，有没有回去公司？我要跟你讲，我就把它给阿鲁巴。嗯，不知道阿鲁巴的有没有，请看影片教学。哇，阿贝，我觉得清水，哇，这几根米糕实在是。距离太近了啦！好家在今天不是像以前有没有拍那个什么挑战闪电五连米糕有没有？看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直接阵亡在第三间，倒在门口。看这五连米糕要找那两只熊来啊！哈哈我忘记频道还有两只熊对啊。这阿伯呢？介绍我们想不会一间的阿腾米糕哦。对对对对，阿腾了，在地人都比较推荐这间，而且听说也是算是有没有在地的排队名店了、啊。它、啊、然后重点有个特色，你说也大地档的，听说很热又很好吃，所以到底有多热多好吃，有没有？就让我们去一吃就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啊这个是阿妈爱吃的吗？这应该也是阿妈在吃的啦。吃就对了，吃就对了。哇，阿伯，看来这间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了。对对对，阿腾米糕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在地飘香，16420个日子里面，你知道16420个日子是几年吗？40多年吧。45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刚刚拿计算机算过。
是的，没有问题，赶快吃就对了。对啊，那个校园栏杆没有好教我们的、啊，而且大规模栏杆，紧紧啊，紧紧紧紧。哦，这里好、哦，我家凉哦，哦，哎、欸，比想象中凉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用替挡来这修红红，还是因为人不够多。所以从那头毛讲的，大家快进来，嘿，尽快进来，早点吃哦，还可以早点回去睡觉。哦，看到吗？因为我刚刚闻到，我就知道这个应该会大。你喜欢哪个口味？你刚刚是不是有跟人家讲说你是大的？没有。你要看脸就知道吗？大爷两个字，你应该是这样子讲啊？这人要加辣吗？我大爷来的。哦，大爷的。哦，这么大爷的，怎么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？我这边拿跨开一样，我很多朋友一样嘛。哇，跨开中央山脉。我的那个预算有限啊，大家请多多观看一下慈安日常啊。哦、阿伯，嗯，我笑得那么好笑哦，嗯，这间吃起来跟我们前面吃的完全都不一样，又有一个海味，又有鸡、鹅肝，又有黑米啊，又有黑米，嗯，还有香菜，那个阿彩啊，那黄海一些完全都没有那个海鲜用料嘛，嗯，黑米的无嘛，鹅肝的无嘛，哎，它都有，吃起来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是可以的，试试看能不能搞，嗯，哎，对，这三家用的酱也都不一样，第一家用酱油，所以吃起来像卤肉饭。第二家用白酱跟甜酱，所以就跟原本那种传统的米糕差不多。这一家，它这个酱就很不一样，它是用甜酱加卤汁酱做的。然后它的辣真的是有一点辣，吃着是比较有感的。我已经开始出汁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爸，今天真是爸做主的一天啊！我觉得一天排三个米糕真的太硬了、啊，真的，大概一个人的极限大概是两个半了、啊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来清水吃米糕，大概一天排两个就差不多了、啊。对，大概可以排个三四天没问题啊，因为这有十几天，吃不完呐、啊。看那煮套餐嘛，吃中岛嘛，吃暗顿嘛，吃那嘛。我宵夜，一天吃四的，那你差不多三天就才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这阿伯，我觉得嘛，像我们米糕也吃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难得来到清水这个地方，那不是带大家来去一个清幽的所在来做节？好啊，就带大家来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看个风景，来顺便做个节。哎、，OK， 那呢，我们是不是立马出发 ？Go go！阿伯，哎，哇，爸，对，这个好。经过我们三年米糕实测之后，我们跟各位观众呼吁有没有？千万不要超过三个，吃两个刚刚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三间在地人推荐的米糕嘛，靠比我那个几间主流的料不同的哦。对，尤其是最后一间跟前面的主流完全不一样，它多了海味。所以阿伯，这三间你刚刚带几间你想介？我觉得第一间我比较喜欢，因为它比较接近像那个王塔跟阿彩嘛，这种口味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啦。如果说以我个人的顺序是喜欢第一间的龙记，然后再就是阿腾嘛，阿彩就是那个千层米糕。我个人喜欢那样。陈先生，你嘞？因为最后一些那个阿腾的那个海味啊，还有他的酱，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的。他的辣酱真的有辣的，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是第一名。接下来就是跟阿北一样，第一间的、吃起来像人家那种就是空肉饭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但是第二间那一间，它虽然是比较传统型，但是你要加东西，所以你没有点小菜，就感觉好像没有吃到什么，比较可惜。我感觉我上喜欢的跟阿伯同款，我感觉头一间那个口味真的是我喜欢的，而且第一间那肥肉真的给有够多，而且它个人特色是那咸胖咸胖，越吃越胖的那个王。所以讲，我个人嘛，对我也是最喜欢第一间的。不过有一个遗憾是哦，第一间的辣去哪了？其实你有可能是不觉当中也没有，你味觉已经被提升到一个层次上去了。那你辣味我还会传染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有些东西是经过要训练的。对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啊，你去那点赞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没有爆上你是大人？那是阿北点的，不是我点的 啊。对啦，那我点的，那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错。下次你去啊，陶哥，三辣米糕我带你来啦。大爷是不是走开后面光棍棍没有你啊？大爷是吗？
你们是不是觉得大雅跟四川是连接在一起？都是两个字。所以他们，我觉得今天清水之旅要加清幽啊，对吧？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，没有早上去的油库要夹起来，然后呢再去雪龟井那边购嘛，不一定要吃我们雪推荐这几间 local 嘛，对对，但也是可以吃那个我们的清水三大米糕开始嘛。对啊，也是可以啊。比如说你第一个就吃黄塔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吃阿彩的，然后第三个你可以去正牌吃鸡掌也是可以啊，很多种配合啊，反正到这里摸摸洗米糕，我相信呢、啊、你一层也没办法吃太多了。如果说你在这里找到米糕，代表说你已经不是来过清水的人。所以啦，今天的我们的大清水行程就推荐给大家啦。对啊，就推荐给大家去试试看，记得哦，不要超过2.5个哦。好，就这样，清水米糕，推推。好，嗯，对，哦，爸爸爸爸爸爸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在这种吃饱的好时光过后，有没有？再来捆，这样才够费。对了对了，清水这个嘛，对，他米糕基本上6点就有开始卖了，所以你来载我，那7点进来加就，啊，那加几轮对吧？现在还没12点。对啊，6点开嘛，对，你6点出来吃，9点回去继续睡啊。帮我找一下晴空塔在哪里？晴空塔，晴空塔的月饼啊，基本厉害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里有没有晴空塔？不确定，但是我确定那边有灵骨塔。啊，不是真的有，一起接着有灵骨塔。伊安尼我买一样啊，那遐有我相信遐嘛，有遐嘛有啊。